同时向受礼者注目，此为最佳敬礼姿势。而后操作按此要领，纹理闭口令时，右手迅速自然放下，成立正姿势，里面。 现在各班由班长带开，自行操作练习。第一班听口令，进。林伯恩，母子伸直并拢，好。 伸直并拢，大虎，手指五指伸直并拢，你的拇指不要给我磕，你再睡嘛，五指伸直并拢，五指向外翻。 海参，掌心向下翻，前臂肩同高。好。此为本班最佳敬礼姿势，而后按此要领操作。五指伸直并拢，左上肘是紧贴骨缝，苏小夫。 上天保持站直，好。来，有杨海生，陈博文，陈连平，叶大龙，出列。哎。 班长，六，这五个带去旁边加强训练。嗯，命令响要，是。一路左转弯，跑步，上一动，跑步，走。 班听口令，举臂，上臂与肩同高。好，江海生，你跟罗刚都是受伤代表候选人，你就不能早点进入状况吗？这样被排长点出来，你们也不好过啊。 赵老副，再收。报告班长，极限了。极限，怪我啊！我忍耐也快到极限了，再收。班长，借不说话。哎，跟海喜拿菜白鞋喏，入侵关下第一名比赛就嚣掰了。 什么事情都要管，那要我们这些班长干嘛？那退伍的退伍，放假的放假啊。我觉得孙牌的要求是严格了一点啦，但是很合理啊。你看现在的新兵欠缺磨练嘛。对，他们是欠缺磨练，可是操课的守则嘛。你等等看，绝对出大事啦。 Thank you.
石良，团长，你们是不是过得太舒服啊？把班兵丢着，跑到树荫底下去聊天，是不是想写检讨报告？我要班长，不是。尤其是你，于班长，你还把班兵丢给孙排长。他也较高咩？他有理由啊！回去。谢班长。谢班长。调令，敬礼。孙小富，带哨。